师傅，小铃铛怎么了？他呀，终于想到了那个问题。起来吧。我不起来，我一定要佛祖答应我。你能活几千年？万一我所有娘喜欢上别的女孩子怎么办呀？阿四，为什么我喜欢的人是你呀？你若不在了，我会陪你去另一个世界。阿四，所以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长命百岁呀。我以后再也不熬夜，不乱吃东西了。你别忘了好好刷牙，嘴里上千亿的细菌小妖怪呢，等他们咬坏牙齿进入牙髓血管，身体会出大问题。我每天都用这个刷两次呢，你说过清洁力度是手动刷的83倍，省时省力，小懒虫专用。可为什么是萌牙家呢？教你选电动牙刷。一看功能，它有5个档位，常见牙齿问题它都能预防缓解。我刷牙出血最近确实少了呢。二看售后，2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敢做这承诺的没几家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联名款电动牙刷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呀，每次用心里都暖洋洋的，瞧多可爱。现在入手还送笔记本和帆布袋哦。评论区有大额优惠券，联名款真的不多啦，爱你哦。